琪近日登上节目宣传新专辑时，不仅自信表示自己是队内最美，还搞笑表示维娟姐姐是公主病，引起众人爆笑。据了解，当天节目上主持人先是提到 IDOL 的人气歌曲 Queen Card 是队长小娟，因与琪平时强大自信感而出现灵感制作歌曲。对此，与琪认证后以苦恼表示，活了20多年，我好像没有什么不会的。让主持人听了立刻表示 IDOL 的成员好像都很有自信，像是维娟。没想到与琪竟火速反驳，维娟姐姐那是公主病，是虚张声势，我才是真的。之后当主持人询问他自己在队内的外貌顺位时，与其也超自信的回答，您看了还不知道吗？让主持人小心翼翼的问，所以你自认为第一吗？而与其则回，当然喽。自信爆棚的样子也让在场所有人感叹不已。